电影《Cougie》豪门谋杀案由金奖大导雷利·史考特执导，实力影星亚当·崔佛携手 Lady Gaga 主演。故事揭露意大利时尚豪门家族 Cougie 背后的爱恨与兴衰，其中家族成员莫里奇奥古驰的谋杀案更是震撼全球。电影描绘身处时尚帝国的家族不为人知的一面。纪录片《不可侵犯：温斯坦性丑闻》再次揭开好莱坞知名制片人哈维·温斯坦的真面目。电影大亨温斯坦在2017年遭踢爆常年滥用权势、性骚扰、性侵女演员，受害者纷纷站出来发声，也带动全球性的女权运动 MeToo 浪潮。电影找到曾与温斯坦共事的前同事以及受害者们，透过深度对谈，让观众看到温斯坦的恶行恶状。法国名导欧荣以真人真事为题材推出新作《天堂计划》，故事描述年过八十的父亲突然中风，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来回奔波的女儿，在忙得焦头烂额时，父亲竟向她提出请求，希望能帮她了结生命。这样的要求让她百感交集，陷入两难。电影深刻描绘父女间的复杂情感，也探讨安乐死的生死议题。With blue eyes.纪录片《没有人该成为孤岛》由新锐导演陈玉杰拍摄，聚焦在防疫旅馆工作者和医护人员的日常。2020年，台湾因为疫情建立起边境管制，对入境者一律强制隔离14天，防疫旅馆也应运而生。防疫酒店所有员工为了照顾入境隔离者，24小时穿着全副武装的隔离衣工作，所有辛酸都被镜头记录下来。中央社综合报道，要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办法见到你们。